感谢他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 organizer 阿林狗狗，非常帅气的，上台来，上台来。Hello， 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你狗狗要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歌曲？啊，我曾经用心爱着你，你曾经用心爱过我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珍惜。啊，不是你们，你没有，我没有回应，不是没有回应，没有意思了，没有意思啊，到现在我对你还是没有意思。啊，OK 了，不要急了。你现在养跑车来，我就开始对你有感情。OK， 那大家掌声鼓励给阿林狗狗，金黄色的。你们看到楼下这么多美女，你说没有人爱？你们爱你狗狗吗？我是说。